大家好，腐竹啊人人都爱吃，在家里头做都做不好，今天分享一个好吃的做法。鸡粉、白糖、五香粉、海鲜酱油、蚝油，来点清水，均匀，来点淀粉，放一粒八角，慢火炸香。炒至金黄，放入酱油，调调颜色。翻炒均匀，充分炒香，倒入料汁，一分钟出锅。A 的腐竹炒肉做好了，色彩丰富，鲜辣可口。这道菜呀、配大米饭是最棒的，喜欢就快点来试试吧。